或者伴侶民事結合的立法，又有什麼見解呢？當然民事即係立法就係、是、會界定一啲權利啦，即係乜嘢係某啲公民嘅權利，呢、這個權利係咪應該佢哋享有，或者係你會唔會禁制佢一啲行為啦咁樣。咁我覺得如果同性嘅伴侶係想結婚嘅話，咁佢而家係結唔到噶嘛，咁所以有辦於個必須修例係能夠令到佢哋喺而家，即係喺而家或者未來係可以因為佢哋嘅性愛嘅關係而得到呢個社會裏邊其他人都享有嘅權利，所以我贊成。